那么它在这个氨碱的溶液里面，当维持NH2，它是没有带charge。但如果说是在你看，这个Mobile Base，这就是酸的，不管是加这个Polysorbate还是岩酸，就是你的在你的溶液系统里面是酸的溶液系，酸的溶液系统的话，那么你的amine啊，NH2这个关联性呢，它就多了没有。
切断一个氢离子，让它整个呢会有带一个正上，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在酸性溶液里面它是带正上是这一价。那么这一价的话呢，它本来就不合适，有关系吧。那么现在怎么样把这个正上把它中和掉？那我们就故意的在我们的 normal phase 里面加另外一个负下值，一个 species， 在这边它叫做 counter ion。有 counter 的话呢，我们有讲过电话题 counter electron， counter electron 是相对于 working electron， 就是 counter electron， 它们的反应呢正好相反，一个氧化，一个反应。这边的 counter ion 的 charge 相反。Amino 变成那个带着 bromine， amino 的话带这一下，那我的 counter ion 呢就负一下，我们就负一下。那像过滤酸根啊，就在 normal phase 里面加进去这个 counter ion， 它就会跟它呢啊形成一个这一下跟负一下形成一个 neutral charge，neutral 一个 ion pair。那有同学在问啊，那这样的话，像氯化钠是不是 ion pair？ 氯化钠不是。ion pair 的话，像这个单啊，这个你会看到的这个它们 ion， 那比较小的大概就是过滤酸根，其他的都不是硝酸根呢，硫酸根呢。都不是了。那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用这个过滤酸根可以把它当四个是一个氧化氢的氧，其他都不是。最后一次的话，它的那个像溴离子那个都不是。那它们的特性，各位看到下面可以比较能够去了解了。像氨基的话，那么很多时候用的时候，它的氨呢是含有比较长的烷基的、直链的、泛链的这个烷基的，然后呢有一个负一价的断层基础，最常用的就是黄酸根 SO3 负一价，所以这个是 SO3 负一价，前面是一个烷基，烷基长度你可以变一下，变长一点、短一点，那么这样的一个离子对。所以假如说你要分离是个氨基的话，可以呢用这样一个 ion pair 的方式，那在你的 normal phase 里面你就要加一点酸，让它的电阻比较低，所以它会接上一个氢离子，变成一个带正价正价的阳离子，然后你配在 normal phase 里面呢再另外加上一个 counter ion 负一价或者是这个烧饭的一个这样一个换电机的啊，一个还有换电的啊，这个各位要记一下啊，因为这个是非常氨基的这样一个观念，在这个地方会用到之外，我们现在强调所谓的 green chemistry 绿色化学，green chemistry。尽量的少用会危害我们环境的有机烧的旁边烧的，那可是你说我的很多东西呢它的水里面不溶啊，一定要有试剂旁边烧的才能溶，那才能进行反应。那在 Green Chemistry 观念里面呢，那你是不是可以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你旁边烧的，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其中有一个就是类似这个观念，用这个 binding 用离子的化合物来当作你的 solvent。 好，所以各位要对这个东西呢要有一个了解啊，对，那在这个地方应用是没有这样一个关系呢，来让一个原来是带 charge 的话不能够用碳十八了，那我们借助在 normal phase 里面的加进去跟它带相反 charge 的 ion， 让它形成 ion pair 是中性的啊，它
它就可以进行碳十八做分离。那这个非吸物本身是amine是一类，你的像康德兰这一类，不需要。那如果说是那个 COOH 的 Bartley S 的话，那你要让它变成负一价，让你的 total base 可以看一下它的 pH， 你必须要调好。调到说让这个 COOH 呢，这个 OH 上面的 proton 可以中和掉，给离掉中和掉，取代一个负价。那我们当然 RM 就是要来正下，正下去呢是用四节，这个氮上面旁边接了四个烷基，四个烷基，那么上面的这个氮呢就是带一个正下，正下四节。那这两个当作一个例子呢，各位记一下，这一类东西我们目前来讲是蛮常用的。各位稍微的记一下，对，顺便对这个安培尔这个事情有这样一个了解。那么下面我们就讲，所以各位记一下，什么是安培尔，什么是安培尔，然后呢，举例子的话啊，这样就举个例子。那目前这个这方面应用蛮多了啊，所以今天只是一个代表性。好，再下来，这也是课本上举的 Ampere Entropy， 它分离的四个一二三四嘛，有四个成分的一个 sample， 这里面啊，它基本上都是有分为初步的amine group， amine group， 所以它可以用叫酸啊，这个地方看不到一个特别的酸啊。那一般的话，我们就会加一点酸啊，让它溶液里面的这个电解质稍微低一点，使它这个 pH 度呢就高一点，变成这个带正价。啊，你加的东西呢，康德兰没有写，康德兰的话是烧的那个，烧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举一个例子了啊，那我想这个我们看一下。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安培尔啊，这个它可以怎么去运作，这个整个的原理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啊，就碳十八 reverse phase， 它的应用啊，扩展到离子的化合物的话也可以的，就要设置安培尔。没问题的话，我们另外一类是 chiral compound， 我们在机器也讲过了。LC 的话呢，它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当然就是药物，不管你是合成药物，或者是从那个中草药里面提炼你要的成分啊，很多的那个药物呢，它可能都有 paracetamol。都有所谓的光学异构物，还拿什么光学异构物存在？但你有效成分是一种泵，另外一种泵是有害的，你必须要确认说我的产品里面只有一个有效的成分，没有效的那成分完全不存在。那你必须要去证明它，品管的时候呢，一定都要去用这个 LC 呢去做。跟你的药物的话，大部分都是氧气的。那要去分一个分子量，这个结构式，然后写下来的话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只是空间的，以后空间上是镜像。所以这个一般的管子分不开的，一般的镜像分不开。所以大概的原理，机器啊是都一样，你要分一个有 error standard 的。一个 sample 的话，还是什么的话，那你的镜像用一个有 error standard 的镜像，那么就有机会，不是说保证一定会的，而是说这样子你才有机会，要不然的话你完全没有机会。啊，这样一个观念就好。其实在文献上 ，error standard station case 目前也蛮多的，我们学了很多。
道，这样观念就好。不管机械而行都是一样的一个原则啊。那课本上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啊，凤还是凤，啊，借助那个 Airplane 的那个 station face 就可以分出来啊。至于它使用就像不进去就管它了啊。基本上这个概念，这张图只是啊，我让你看一下，的确啊。好，这是以上啊，有关这个 reverse ways。这个 addition 应该说是 addition， 这个加新 addition， 我这个啊，包括 reverse ways、normal ways 啊，我没有特别特别去讲 normal ways。但是它跟那个 reverse case 正好相反的特性啊，都属于 condition。那接下来呢是 absorption， 又叫做 liquid solid，liquid 是你的静啊动向 ，liquid 动向 ，solid 是你的静向，是 solid。那 solid 指的是什么？就是 solid 表，就你的静向就是你的。固态颗粒的表面没有再透明这些东西，直接它的表面，它的特性就是你的镜像，absorption， 所以它的镜像就是你的 solid 表面 ，solid 表面。那它的这个分泌的这个机制呢，是靠吸附 absorption。那我们现在看一下。Absorption chromatography 就是那个 liquid solid chromatography。那它是传统的 LC， 就是最传统的最传统的。就是说，我们讲过一开始讲过，苏维尔的啊，苏维尔的那个植物学家，他要分泌叶绿素、叶黄素，他用的那个装置里面一个这个滴滤管里面呢。填充了布里克利，那布里克利它用的不是我们现在用的斯雷卡或者欧米姆，目前用的最常用的是斯雷卡、欧米姆。它用的是什么呢？是碳酸钙，这个你说的话，它直接用碳酸钙的表面当着它的镜像。当它那时候没有想到镜像动向，它也知道反正是试试看可不可以，如果可以。那我们现在来看吧，分类的话，它属于哪一类呢？它就属于这一类。直接你的镜像就是你的填充颗粒的表面，它的表面是带有这个电荷，带有这个极性的，是非常极性非常强的。那么这就是这一类，所以它是应该算最传统、最早的一类。那这一类的目前如果在用的话，可能就是你的所谓的 station phase， 就是你的。填充颗粒用的是钙化系或是欧米伽钙化这个小的颗粒，没有表面没有再做任何的或者间接任何的 station phase 表面呢。那么讲过了，钙化系的话 ，silica 的话呢，表面就是 SiOH，silica 的 SiOH， 所以它是一个极性非常强的一个表面性质。那它的镜像是极性很强的，这个 silica group 表面极性很强的一个特性的话，那你要用它来当做 LC 的 station phase， 那你的 normal phase 呢就要选极性很弱的，像这边刚才是 normal exam 完全没有极性，极性非常非常小，这个东西当做你的优势用。那你再回来看一下的话，镜像是当是极性很比较大。然后动向的是然后它跟什么样的我们的 partition chromatography 里面，它跟这个 normal phase 它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normal phase 的话呢，就是我在我的 silica 里面间接的，然后最外面的那个 R group 里面呢是有极性的，像 CN
或者 MH2 这种有极性的关联性，所以它的表 scale face 是极性的，然后 normal face 也是然后非极性的。所以目前如果说你是要希望用这样一个系统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normal face 的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啊。所以啊，这个方法呢，目前啊，慢慢的被这个 normal face 被取代了，被它取代了。那么，但是在很多的有机、无机化和这个实验室里面，有机合成啊，还是无机合成实验室里面，它的产物啊，就是基于合成反应之后的产物，你要去把它分离，然后呢，纯化啊，它的量比较大。所以它会在用的管柱呢是玻璃管柱，里面呢装填的就是系列档和小物品，用的基本上是这一类算是很 soft 啊，去做比较大量的分离。这个大家在如果有机合成、有机合成实验室，可能用还是用这一套这样一个分离的程式和这样一个分离的方法。那对于这个小量的那个分析的，有定量分析的、有量分析的啊，那么大概都可以用 MOBI 来取代，就不用这个，不用这个所谓的 software 啊，而用这个 normal face 啊，继续。所以这地方我们就不再进一步的介绍。我们旧版的话呢，对那个 software 啊，还花了一点篇幅来介绍一些图形啊。表格给我们，新版它就没有了啊。原因就是说，用的人比较少了，用的人比较少。好，这地方我们就讲到这边了啊。双曲啊。那这边是提醒各位同学啊，写的英文拼音字的时候，那这两个字 ，UV 吸收。absorption A B 啊，如果是吸附的话呢是 absorption A B 啊，这两个虽然只差一个字啊，但这两个是意义是完全不一样。那过去包括研究生啊是一样，那这两个字呢常常会写错了。希望同学看到这张图呢，然后提醒过来之后啊，就不会写。不要在你的这个期末考的时候看到你的答案里面还有人拼错吧。AB 啊，吸收 AB 的话就在表面吸附东西。那有这样一个这个卡通画在这边呢，这是这本书里面的，显然他们美国同学们会自己会拼错，就跟我们中文的很多字你会写错，不同的地方应该用不同的字啊，你会写错一样。那么每个同学呢，都在英文字的，不见得拼这个拼字的时候呢，他不见得会拼。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以前我在美国念书嘛啊，一进去，新生入学的时候，还没有开学，要考两件事，一个是考英文，你是外人，去那边的话，你虽然考得过。他不管了啊，就像你们跑进来是只有要修大学英文的1、2、3的课一样的啊，我们进去学校里面给你一个英文测验，看你同学呢英文程度如何，外国那程度很差的就要去修很多的英文课，我说英文的文法啊、绘画啊、作文啊，都考过了就不要写。那我是都考过了，是英文。但是呢，我到最后没课修了，很无聊。然后他就修了一个英文作文，然后写论文。那英文作文呢，你教的方式也是文法，那个老师教文法，一定都学过了。那考试呢，那我的这个考的笔试成绩啊。比其他的美国同学还高，我很意外，而且他的文法没有我们背的多，
当做人天性不一样。我们国民党的团体是文党，很意外是，何飞虽然是这个门当的。啊，所以这个讲的意思就是说，跟每个同学一样啊，这个英文是他的母语嘛，那他的他会讲，有的时候就变得写错，拼得出来就拼错，文法建的对了，一样的，就跟我们同学，你不是中文是你的母语嘛？啊，你写的作文呢，有的写很棒，有的写的很编的，一样的，错字也还不错，一样的，好。啊，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三种，第三种是 time from topic，time change from topic， 今天的第三种啊 ，time change from topic。那你的镜像呢，就是名字交换数字 ，time change reason 啊，这个交换数字。然后你的分离的一个灵能的机制呢，是靠灵能交换。那各位因为在上学期你们做过一个实验的 IC， 与神息分离所有你的灵力值，所以那时候虽然没有学过，不过看你们学预报，到中国实验啊，就是要教过你们一遍。我想听感，我感觉啊，这里面大家都还不错，都了解。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讲的话呢？会多介绍一点，这些东西希望同学都能够记住，因为这个在现在来讲呢，这个离子交换这件事情，固然这地方是讲分离，而事实上在化学的应用上面，离子交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技术，很多地方用不到，不光只是说我们用在程序这个地方，好。安普它简称 IC 啊，那么就是我所谓的电交换 ，IC。那它的应用在了解在这个程序里面呢，当然就是要去分离阳离子，通常是一类阳离子，不同的阳离子，阴离子分离不同的阴离子。那各位要去背的，就是要这边这个还是要说，还是要背一些东西的。背了以后呢，比较不会忘，就是它这个 unchanged ratio， 离子交换数字，它的结构。你说哇，没有那么难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它的一个 unchanged ratio 啊，它一个结构里面的一个架构，它是一个 formula。formula 当然它是很大的一个分子量，就是它的这个链非常的长。但是呢，它是由 monomer， 就是那个 polymer 当时由 monomer 单体去接出来的，一个一个慢慢接出来的。所以虽然是一个 polymer， 但是它是由 monomer 去反应出来的啊。所以你去看的话呢，它的结构是没有规则的 ，monomer 一个一个把它串在一起。那我们先看一下名称啊，这个是一个 structure 结构嘛。是一个 cross link， 这个 cross link， link 就是连接啊，它 cross 的话呢就实际，就变成说我是本来应该是一条线，这个本身这个你看起来，那就应该是一条线，这个 background 一条线非常长，那下面这个是一条线，这个也是一条线，本来应该是一条。我现在把它从一条一条呢，把它网起来 ，crossing 指的是这个，这条线跟这条线呢，我用实质把它连起来，靠这个把它连起来，那这样一条线跟一条线就中间的这个 crossing， 那这条线跟这一条呢，这边也有 crossing， 所以变成一个立体，本来是一条线一条线的。现在变成一个网一样的，整个看起来最后做起来是一个立体，所以这个 crosslink 的意思这样的意思，比较交联。那 polystyrene 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 monomer， styrene 的 monomer， 然后
这个合成出来的一个 polymer， 它具有 ion chain erasion 这个电交换能力的一个性质，所以它有一个 polystyrene， 就是 styrene 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单体，在哪里呢？这几个就是，在这张图里面，这几个基本上都是这个相同的一个。这个 valence ring 上面有两个 acid group，valence ring 上面 acid group。那我们现在先管这个supplement 黄酸跟监管它。那剩下这个就是一个 valence ring 上面有两个碳的这个 acid group， 就是 styrene。那我们待会儿再看好了。我们书里面的结构呢就这样画好，就把它再框起来，让你知道在哪里。那所以光看这个 polystyrene 本身的话呢，就一条一条。那这个 crosslink 啊，这样的东西呢，它的结构就是也是一个 valence ring， 但是它是上下都有 acid group。它是改变 benzene 啊，上下都有 acid group benzene， 它的关键角色就是 crosslink 把一条一条的接出来。好，这是接起来之后变成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链交换术基本的一个结构，大家都是这样。polystyrene， 那至于说接在上面黄酸根。这是事后在反应机上去的，让它有力交换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我们课本上它这样画，这样框起来让你知道呢它的构造有两类。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你们的Paris 的非常快课本，同样的事情，它就比较behavior 多画了一个 monomer。Styrene 什么结构啊？是这样子 ，valence acid， 跟一个在这个 acid， 那这个是改变 benzene 的话 ，valence 上下相对的位置呢，两个都是 acid， 一样，跟它当时一样，讲同样事情当时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有这个子链，子链上一个一个重复的出现的 styrene。串起来，然后这个这一条跟这一条的中间呢，交连link起来的，就是 cross link， 两边连接。这样子应该就知道了哈，这个要记住画一画啊，我们学化学的经常是我们的专长啊，画一画啊，非常容易的。那这样一个 polymer 合成出来啊。它有一个特点啊，是不怕酸碱，泡在硫酸里面它不溶掉不会的，那泡在这个强碱里面它也没关系，就很厉害，不怕强酸不怕强碱，刚把它烧掉就烧掉了，烧可以把它烧掉，但它不怕强酸不怕强碱，溶不掉它，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应用里面。那这张图呢，就比较我们前面这张好一点，主要就是说，他先告诉你 polystyrene 的 benzene 这个 polymer， 它合成出来的时候，这个结构是这样的，是没有万能机的，没有万能机，这上面没有万能机。就是这样一个方法。那你现在要接上关联机，可以吗？你自己要再多一步反应。其他画了两个结构，上面这个是 crosslink styrene 或者把它分开一点，没有关联机的啊。那么下面这个呢，就你今天希望用它来生产啊，来产生这个。阳力交换树脂，那你就要接一个关联叫做 sulfonate SO3H
这样一个关系。你今天要变成英语交换数字，那你要进行不同的反应，让这个 call number 把电话去在这个茧里面，它就接上这样一个四级安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它要变成这个阳历交换数字、阴历交换数字，你可以由这个 polymer 本身啊进一步的加工，一步反应就可以变成一个阳历交换数字。我们先看这个阳历交换数字，它接的是一个黄酸根啊，是一个sulfonate 这样一个黄酸根 SO3， 那氢离子呢？现在画的是氢离子，那这张图里面一样的啊，也是一样啊，看到了这个styrene 的这个结构，现在多了一个关联结构，就有两个交换的关联结构。你也看到了啊 ，amino-methyl-glycine。那这个地方要知道，就是多一件事情啊，多了这样的关联结构。那这个关联基呢，这个 SO3 这个负跟氢离子正，所以这个地方它是靠这个正负离子呢静电的这个吸引，就来接在这里。那么所以它可以交换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个氢离子 SO3 负这个黄酸根呢，它是间接在你的 valence 上，它是不会掉的，那个地方它不会掉。那可以移的位置呢，是这个氢离子，这一架氢离子它可以被钠离子吧、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它可以被它取代。所以这个地方变成是你所谓可以交换的地方呢，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另外，我们这张图里面还有一个错误啊，这个 valine 它是勾画的。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接了几个了，一二三四，已经四个了，不会再多了第五。这显然画的人就出乎料，这个不画的，因为你的那个课本 Harrison 的课本，自己把它画掉就行。那这个就是 Cation Change Reason 啊，阳历交换数字。我有的时候呢，用缩写 Cation Change Reason， 就这样来代表。去买的时候，它会多了一个在它标签上的阳历交换数字，它会多了一个数据叫做氢离子泵。那氢离子泵表示你买到的这个阳历交换数字呢，它结构主结构是这样啊，这个黄酸根在这边。但是它这个原来带给你就这瓶里面，它原来的有这个接待上面的这个阳离子是氢离子，氢离子。那如果说是钠离子泵，它原来接在上面就是钠离子。所以你买来的时候是什么泵，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代表的意义呢是这个地方接上去的是什么样的离子。那有同学会问说，是不是？在你的离子交换束缚的这个黄酸根这个位置，一定都会有一个阳离子。有没有可能说，我买到了一个阳离子交换束缚，它没有缝，没有阳离子，没有这个氢离子，没有钠离子，它就是黄酸根负一价在那个位置？有没有这样东西卖给你？不可能，不可能啊！它这个东西你要去做出来。做的过程里面，它不会说这个位置空的，只有负一价，没有这样，你没办法得到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得到的产品呢，一定都有一个这个阳历阶的进行一个 charge value， 就是整体看呢是中性的。那虽然这上面有负一价这一价，但是整体看它一定这个 charge 是我们说是均分的中，它一定会有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这个结构，你这个休息啊，阴历交换数字 ，anion change reason。
缩写这样。那跟前面是完全一样，只是呢我们加工的时候啊，前面是加硫酸，硫酸完了就黄酸又接上去了。这边呢是要用这个是这个阿米，那么结果呢就生成一个四级胺，又看到一个四级，所以这边有一个正价值，正价值永远这样的，因为它是四级啊，那蛋上接了四个啊四个蛋。所以这个蛋上面这个正向是永远在那边，不管是算是什么，正向永远在那边，它是四点啊。那么所以它也会配一个阴离子，这个阴离现在是氯离子的话呢，它就叫氯离子泵，就买的是什么式样，包括标识的，就买到的是什么泵。那最常用的是氯离子泵，或者是 OH 泵 ，OH 离子附一下 OH 离子泵。那这两种泵就常用到，去买到这两种泵就常见。那可以交换的，另交换进行力交换的地方呢？阴力交换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四级胺是不动的，它是间接在那个氯离子上。可以交换的地方呢是这个氯离子。好，我们中间休息。